我是一涵。作为演员呢，在上镜笑容好看、有感染力这方面有那么一点小经验。今天呢，一分钟分享我超简单的笑容秘诀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力管理，就是练习你的肌肉发力。这是不好看的方式，就是整个横向拉长，就是我们尽量让它是这样竖向去笑的，这样的话会显得脸瘦。眉毛发力笑，眼部这里眉毛会抬起来一点点，微微眯起来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自然露齿笑，露齿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在辅助做一些口型，这样的话牙齿就会自然露出。看，那么说到笑容的话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牙齿，笑得好看的人白白亮亮的牙齿是他的关键，拍照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上镜，一眼吸睛。养成一口好牙呢，要非常注意清洁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单单刷牙就可以保持牙齿的状态？那种牙龈沟、牙缝、后槽牙，像这种地方就很难刷干净，时间一长，脏东西它就会清理不干净，牙黄啊、黑线还有牙石就会找上门来。像平时的话，我就会做全套的牙齿清洁。我吃完东西之后呢，我都会用这个贝致小旋风冲牙器，它就是相当于漱口水、牙线还有牙刷，特别的方便。像它一共呢有7个档位，然后还有这种双水流的技术，它可以照顾到新手宝宝还有老手。它一上来就冲得太猛，我会拿它主要去清洁后槽牙还有牙缝的地方。漩涡水流呢，就是主打一个非常的柔和，新手或者是跟我一样牙齿比较敏感的都不会感觉到刺痛，非常的温和，但是它清洁能力又很好。看这个聚焦水流哈，比这个牙线还有冲完牙缝都透气了的那种感觉。一般冲完牙之后换了一个这个舌苔清洁刷，上面有这种像小磨砂一样的，它是温和的，然后又清洁到位。用这个舌苔清洁刷呢，我们就可以告别异味，它充电一次就可以用120天，太方便了，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。像最近五一出游啊、出差的宝宝们呢，也可以去冲这个冲牙器，牙齿真的很重要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来分享的一个牙齿护理的一个小妙招。 OK， 拜拜。